这是新的鸦片博物馆，那还有一个旧的，但是里面不能拍，所以可惜啦。鸦片博物馆不错，有空可以来看看。Thank you.
就是这边。去西双版纳，转方向好吗？不去两个人，直接往这边走。有台胞证吗？有台胞证吗？这是台胞证，是中国的话。中国它就是送一些水果、一些电器什么来我们这边。那我们泰国呢，本身送那个大米、香米跟一些白糖送去那边。
调和咖啡。
但是大家都他们大